我爷爷他最近老想着往外跑，说是去参加什么演出，可那都是他年轻时候的事了。阿尔兹海默症的重要影响表现就是记忆认知障碍，他可能会想起过去某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。就是你了，老爷子，老爷子。问你几个事儿。今年是哪一年啊？1980年。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。张。爷爷，你姓王。哦，对了，我姓王。感觉比之前更严重一点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家属帮他回忆回忆过去的琐事，也许对病情的延缓有点好处。听什么？那我就穿着走上台了。行，你喜欢就好。怪了，你平时都见不得我捯饬，说我婆婆妈妈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受刺激了？哎，大海，别人演出完了都送花啥的，你能不能也帮我摘几朵野花，等我下台了送给我。哎，这个月你的饭我帮你带，行不行？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爱显摆呢。你懂什么，难得呀，第一次上台得庄重点，这样才有祖父的派头。累得我脑门疼。台上漂亮，台下受罪嘛。这倒是真的。哎，王老师，这次元旦团里要去县里演出，主任有说让你和小张谁当主顾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，八成呀是看谁拉得更好吧。不过我相信啊，你肯定可以的。张老师，青青，哎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啊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我买了苹果，尝尝，可甜了。老王，我不吃了。啊，哎，那青青，你多拿几个，给。嗯，给。我一个就够了。你再拿几个吧。真的不用了。他都不要了。你非给他做什么？啊！那我走了。主任，小王，你的努力，我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。这次县里演出，团里决定了，二虎的主呼，就是你了。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啊！谢谢主任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不让领导失望。小王，人只要多努力，终究会有回报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青青，我
这是我从市里买回来的，他们都说市里的女孩很喜欢用这个，所以我就买回来了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？主播间定下来是谁了？谁啊？王老师，都大家都知道了。都在呢。王老师、啊哎，王老师，聊什么呢？聊这么开心？王哥。我们都听说了、啊、这次的主壶已经确定是你了，恭喜你啊。谢谢啊。是吗？非王老师莫属啊。哦，王老师恭喜你啊。谢谢你啊，青青。哎，王哥，这顿饭你可跑不了啊。行，没问题，等我发工资啊。喂，爸。医生怎么说的？医生说，爷爷的病情更严重了。那你好好陪陪爷爷。爸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还让儿子一个小孩照顾他？他马上就开学了。按你说的，把爸送养老院啊，让我被别人说闲话，你就开心了是吗？你是这意思吗？那你说能怎么办？那你告诉我怎么办？孩子不陪，难道我们陪呀？我们哪来的时间陪呀？你说能怎么办？爷爷，你都听到了？你拍子乱了。爷爷别闹了。爷爷，你真的要去演出吗？那得去，我可是主户，大家都等着我一个人呢。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。奇妙的，公子放在包里怎么就断了呢？我看啊，一定是有人给你穿小鞋。不行，这事我一定要去让主任评评理去。算了算了，反正最后也没什么事儿。王哥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。主任。主任。主任，这事你既然来了，总得有个说法吧。昨天晚上，谁最后一个走的？昨天晚上我们大家走得很早啊。思婷总好像留下打扫卫生的。啊，是我。可是我昨天走的时候，我见到小张回来了。我东西落在这儿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一趟。小张，你有什么东西落在排练室，还非要这么晚才能回来拿呢？也没什么，小东西。主任，他家大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，一看就是心虚。王哥，好了，张，现在你的嫌疑最大。你不管怎么样，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小张，说话呀！小张，小张，站住！去哪儿？谁信我呢？我在这里还能待下去吗？你
你还记得剧团在哪儿吗？记得啊，在爷爷。拆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大好事。咱们镇上啊，马上要改成景区了。以前那些唱的辣的呀，还有谁听啊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些吗？算了，叔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照片上有没有你认识的？那我看一下。啊！哎哎，这不是张老师吗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他可是大教授了，一家子都搬到城里面去了。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是他。那我去哪可以找到他？嗯，来，这样，你记一下，我给你个地址。好。就到市里面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程先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这位同学，你好像不是我们学院的人吧？我是来找您的。我爷爷是王国伟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？他现在得了阿兹海默症，他的记忆还停留在40年前，他去参加那场演出。我需要您帮我一个忙，和我一起完成爷爷的一个心愿。王国伟，王国伟。没想到过去40多年了，他还记得这件事情。哼，难为他了。我代我爷爷向您说声抱歉，提起您的伤心事了。但我真的需要您的帮助。我爷爷他总惦记着，他是主湖，所有人都在等他。小伙子，你爷爷说错了，当年的主湖是我。小张，主任，这次县里演出，唐毅决定还是你去。小王本金也不足，我怕出什么岔子。谢谢主任啊。老领导最近身体还好吗？有空一起吃饭。好啊，这两天呗。可以啊。啊，思婷。哎，王老师，还没走呢。对啊，您刚刚不是走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呀？啊，我落点东西，回来找找。嗨，那我东西收拾差不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行。好，明天见。嗯，好，再见。
大海回来了。你的饭。好，谢谢。你个人在这屋瞎折腾啥呢？打扮的这么洋气。这不是快演出了吗？又看不着你，瞎折腾。哎，大海，你说主任会让谁当这个主活啊？谁知道呢？不过你和张秋山拉的差不多。反正我是挺羡慕张秋山的，大家都喜欢他。哎，赶紧睡觉吧。又咋了？你说，女孩是不是都喜欢土脸的呀？或许吧。哎，你要送给谁啊？啊，没什么。昨天晚上，谁是最后一个离开排练室的？我昨天走的时候看见小王回来了。是，我是忘了点东西，所以回来拿了。你有什么东西落在排练室，还非要这么晚才能回来拿呢？说话呀！没什么，就一点小东西。主任，他连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，一看就是心虚。说了也没人信，我在这儿待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们的村子，马上就要改成景区了，漂亮吧？漂亮。爷爷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吧。参加桐庐县元旦文艺晚会，我代表所有的工作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，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好，现在晚会正式开始。爷，王老师，该您上场了。我有办法了。
我谢幕了。恭喜你，演出很精彩。真好。你们是谁呀？演出结束了，我们要收拾东西，你们不能留在这儿。谢幕了。